还能坚持多久啊？差不多7日吧。7日啊？那时间够了。养心师和化心师不同，真正的养心师只有一个人，而顾铮300年前就已经死了，说明他不是真正的养心师。我可以为他化心，让他摆脱养心师的控制。真的？嗯。不过现在的问题是， 我们要怎么抓到他？要不我去找他吧。不行，这养心师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草菅人命，坏。可是他是我丈夫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